什么是恩典？作词奉命以利亚。天国完美我知道，神的律法是标准，完美的人去天国，犯罪的人去地狱。神的律法告诉我，完美一人找不到，人人都有罪前科，承认犯罪才坦诚。去往天国有方法，各大宗教靠修行。遵行律法不出错，欠债还罪做好人。造物之神主耶稣来到世界告诉你，无人完美守律法，靠着修行行不通。律法根基受诅咒，神爱世人已彰显。天父差遣主基督，不因人类多么好，单单天父太爱人，本来都要去地狱。基督宝血为你流，帮你完成神律法，洁净罪恶在你身，机会难得去天国。基督恩典人人有。